你把你那领导叫过来，你们他妈做不了老板，把领导叫过来。要不你写，你写成绩给我争取，不行不行，把领导叫过来。这样，等会儿，不卖，昨天钱一亩不卖，不卖地。把领导叫过来，叫过来，把主事的叫过来。开过会他没说强退，开过会没说强退，听同意了吗？我告诉你。 三米之内给我抬，要不就是举手声，我都弄死你！过来，叫陆成功过来。来，那不是你，我都是你揍的。妈了个逼的！我没抬过来，土主任的，还他妈了个臭逼给我这个！没来我撤了你王八蛋，操你妈！你是人操的吗你妈？你妈了逼，我还少给你争地了！你等等你，你操！我操你妈！妈了个逼，我已经把人地收了一亩。 王八蛋，操你妈！我没少给干事儿，操你妈！怎么对待的我呀？我七十年的道，我给你堵了，你怎么对待的我？告诉你啊，三米之外，四米之外，跟我，告诉你，停了吧！我要去咱山，四米之外，走，告诉他，我听着，告诉他，我听着，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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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过来，围着我，跟你抢来的。别激动，小心，还有盾牌，什么都不要紧。公安部有规定，他是保护治安的，他不是征地的。我们又不是什么，照我这儿说的。嗯，啊，就是试试。啊，句号又哥，今儿没招了。阿强，我们家都在这儿呢。哎，别进地，别进地！我告诉你啊，公安，你们是负责治安的，我不反对你征地，你们试试，公安只是维护秩序的。赵志说了，公安不许参与征地，你们要以身试法，你都试试。啊，我还说那个，我们家地。我家没到。我不怕，走吧。我就在你身边。我找我也没啥给你干的。过来。你看。马呀你们马特别马呀你们看你们要干嘛你打肉马我老操你妈操你妈呀给我弄死你们过来！今儿要命！操你妈的！过来！操你妈！我操你妈的！你再过来！干点干的事儿吧！这是不干点干的事儿吧？操你妈的！你们，谁让我们是你们？不干点痛苦的事儿吧？马关软！操你妈！滚！操你妈！你把人揍不上呀！操你妈！滚！你妈了个逼！要命吗？操你妈！你要干嘛呀？你妈了个逼的去！操你妈！